assault on a civilian. Please investigat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CPDFR， 我是 Special Campo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 GTA 4的警察模组，哇，终于挤出第二集了。其实，在刚准备要录之前，我不确定会不会很顺利啊，因为 GTA 4警察模组不是我不出，是因为问题真的超多，很容易秀抖掉，所以有时候真的很不想去给人家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我们的英俊。不过应该是，假如说自己有出来的话，影片就是有拍成功了。好啦，其实 GTA 4的什么按键什么的，它的那个什么快捷键什么，我几乎也忘光了。等一下，就边玩边研究。好，我们先上路了，看看今天有什么事情要接。它这个 GTA 4的警察模组，它按键不能像，GTA 5那种，就是你想要接就接，它你顶多只能就是。他案子给你，你才可以接，那不能强制去接的。OK。等一下，这两个警察下车干嘛？怎么了？等一下。哦，有人在打架打。哦，天哪！我觉得我要先拦这台车，他乱撞人呢。等一下，我先拦他。I order you to stop that vehicle. 他停了吗？好，我们先看他停了。好 ，OK， 他停下来了。天哪，你这个人他干嘛？哦，他跑了。Whoops, 好，这个就是 pursuit， 就是我们的警匪追逐已经开始了。要怎么叫支援啊？我真的忘记了。对，好像是对，幸好我还记得。哇，他把这边的车全都撞翻了。GTA 4真的是玩超不习惯。哦 ，NPC 这边 GT 就连 GTA 4 NPC， 哦天哪，又是被自己的同人撞死，哇靠！你是跟我开玩笑吗？GTA 4也要忍受这种，我老天哪！哦，好了，我们回来继续。GTA 4的它不能固定时间，因为如果固定时间，它到时候会有一个 bug， 我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，它就是亮度会变得非常亮，所以 GTA 4可能就是只能按照它的时间来执行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听到那个警笛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但是我们没收到按键，所以我们可能就不会去管。天哪，刚才那个背景，前面在摩托车。好，前面在摩托车，我们要拦一下。好，我们拦他了。啊，还把一个行人撞倒！快！走，路边。他要在这边停，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们就先。看一下他是搞什么 ？OK， 他又跑了，警匪追逐出现了。希望不要再发疯了，我们在叫支援，帮我们拦一下。GTA 4车子的 handling 真是经典中的经典的难开啊！哇，飙得很快哦！等下要晚7天回家，真的。喂，结果，快点，再叫一些支援。追不到了，那摩托车太快。怎么只有一个支援啊？那 GT 4真的跟 GTA 5的警察模组不一样。
超难追。哦，有，第二个资源来了，第二个资源来了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快点，快点，挡住他，挡住他！哎呀，你们在干嘛？我天哪、啊，这都没屁用哎、欸，跟 GTA 一样没屁用，盖还把我害死，我真的要等下撞他了。停车，停车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要直接强制冲撞了，真的。哇，这超危险的，这个。这根本就是警察，已经在街头飙车。哦，整我呢！吼、哦，太聪明了这个。哎 ，GTA 是真的要拦那个什么啊？拦人真的还比 GTA 有难多了。挡他，又是你们这群废。你在干嘛？你死定了你！你死定了你！哇，还会把警车给撞坏。哇，他自己撞车，他自己撞车，快！快快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哦 ，GTA 4的人物动作真的超慢的、啊，都跑哪里去了？不要，不要跑了，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跑了！哇，还不跑？还跑还跑？再跑再跑！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跑了，再跑就直接。天啊，这讲不听呢，一定要人家把你杀死，你才会爽就对了。我觉得，他还在，我们叫救护车，我们叫救护车，他还在动。你叫救护车过来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救、哦，他还在动。救护车来了，真是欠揍哎哈！喜欢人家开枪打你才会爽，就叫你不要跑了，还在跑，嘿，这是他自找的啊，不关我的事。看一下他有没有救哦。He died， 他死了。He died from gunshot wounds. We can help。好啦，这挂点了，挂点了。我们就只能叫那个监视人过来这边处理一下。嗯。希望我不会怎样，又不会告我执法过当，是他自己不听劝阻的哦。好，监视人来了。嗯，他不是已经没救了？为什么医护人还要看呢、啊？哦，在同时检查，这是现在什么情况？Come on, come on. For now, it looks like he shot with it looks OK 9mm 的手枪把他致死了，他可能没救了。啊，他的尸体也被收走，我们可以结束个案子。我要去把我警车领回来，我的警笛都还没关呢，就为了要逮这个王八蛋。哦，纽约警车的警笛真的是超经典的，这种低沉的声音呢、啊。OK， 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们差不多就……哦天哪、啊，这车子难开，也是难开到爆。就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再看看什么事情会发生吧。哦，有了 ，traffic collision， 可能有车祸、哦。这个我们过去接一下。哎，这个巷子里面是不是？我们直接从这里进去就好了。结果，怎么在这里面车祸呢？哦，麦克帕，行车纠纷，不要再打了。你把那个人打死了是不是？等一下。不要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然我电击啊！对，不要动。另外一个人呢？如果他死人就死定了。我们先叫救护车哦，看他还有没有救。我们先那个，等一下。好，救护车来了，快点去处理那个。我先看一下这个设定哦。我们先给他搜身哦，然后待会儿再查他 ID。对，去救他，去救他。你要是把他打死了，你的罪名就更重了。这只是单纯行车纠纷，何必这样打呢？他身上看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他好，他身上啊 ，He's dead， 他死了，你完蛋了，你！哇，原本只是个行车纠纷，你居然还打死人，我们就只能叫监视人过来了。那我们看，我们再查他 ID 好了，然后，等一下哦，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太熟。
ask for ID， 我们问他 ID 啊。 应该我记得可以叫无线电查，他是 Jesus Robin， 所以我看一下，可不可以用无线电查一下。哦，有。好，那我查一下他这个人的资料哦。然后待会我们可能就要直接送他叫那个其他单位把他带回警局。这样啊 ，GT4 不能收车。 He has two citation and valid license. 他有两次的罚款跟有效的驾照，被拦截过三次，没有人不想记录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？等一下，监视员不要急好不好？好了，我现在就直接逮捕他吧。好，我们叫其他的那个。 单位来把他载走，那这两辆肇事那个什么事故车辆我们要处理一下。这个我记得是，哦，哈，看来还记得大部分的快捷键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搞定了，那就现在就等其他的那个运输单位过来，他们是不是卡住了？我们在这里，对对对，进来进来进来。 快把他载走！有时候 GTA4的警察模组有些东西都还比较经典，是真的。尤其是 AS AI 的表现上。好 ，suspect in custody。那我们就结束这个案子了。就这个车祸，什么？在这个里面车祸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有没有？ 那我们就看看他什么事情会发生吧。哎，我看到可疑车辆了，等一下我要去拦。哦，他自撞了，根本是酒驾。你不用再开了，停车。好，两个人下车了。OK， 我们这个可能已经是，虽然是。 警匪追逐他们，汽车逃逸啊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！我们先等支援过来，我们先叫两个支援帮我们追一下，因为有两个人，我真的没办法，一个人没办法处理两个。先跟着他们走，先跟着他们走，等其他支援过来帮我一起追，我再解决其中一个。他们是不是有武器啊？你看这个人，他右手在干嘛？哎，他们好像武器，等一下。 等下，不要跑，站住！再不跑，再不停就开枪了。哎、欸，不理耶、欸！电击枪拿出来，电击枪拿出来。该死的，你看，哎，电错人了。这两个穿的衣服好像哦 ，What the fuck？ 应该是这个人吧？好了好了，电错人，因为他们穿的衣服真的是超像的。 好，我们先给他搜身，我们先给他搜身。走开啊！不是你啊，你刚刚没事穿这么像干什么？这个嫌犯的外套比较深色，真是抱歉。好，你再去警局申诉啊！我快笑死了，电错人。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抓到了没，可能哦，他身上没东西耶。我们可能要再问一下他的一些资料，那 ID 拿出来。 我觉得应该是酒驾，可是GT4我记得没有酒测的工具，好像有，但是我好像没有装哎，可能下次要弄看看。不过刚才看一定是酒驾，我现在在看看有没有，我现在是在装那个什么酒测的一些功能，我先查他的那个，查他的资料。好，他正在查。 两次罚款，有效的牌照，然后没有任何不良记录，大概是这样子。OK， 为什么？我们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给他那个逮捕了。他应该也没什么杀伤力，我们就不用拿枪了。另外一个人到底是逮到了没有？还没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叫其他的单位来载他吧。
那我们先赶快过去看一下这里啊，这个人是怎样啊？他是被撞的吗？我们这边帮他叫一个救护车。救护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？另外一个还没逮到，太扯了吧！警局 ，MP 那个 MP 警察都是废物，是不是？我们帮已经帮他叫救护车，我们赶快过去亲自逮好了。天哪，我真的快吐血了。好，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，快点去处理那个人。有，被逮了，被逮了，被逮了。想说奇怪，怎么还没被抓啊？太夸张了吧！OK OK， 差不多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 GT 4就差不多这边了。哇，还出动这个震爆车，也太扯了吧！我们 GT 4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因为已经晚上了。我们以后 GT 4的执行时间就会从白天开始，白天一直执行到晚上。那这些警车干嘛？走开呀！就一直从白天执行到晚上。那如果是晚上开始，就是晚上执行到白天，就算一部影片的时间啦。那我们刚才是从白天执行到晚上嘛，那就当然就是下班了，好不好？那以后 GTA 4警察模组就依照这样子的时间，就可能就不是30分钟，就是从白天执行到晚上，我们就收工。那如果是晚上的话呢，就执行到白天，我们就收工，大概这样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各位喜欢这一次的警察模组的 GTA 4警察模组章节啊，虽然比较短。没办法，因为它不像 GTA 5一样比较新啊，因为 GTA 4警察模组已经是一个很旧的东西了。好啦，希望各位喜欢。那杨老师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帮我个赞。那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希望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。那我们就下一次的警察模组再见喽，拜拜。